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兴未艾，大幅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，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难以预知的风险挑战。我们应当把握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智能化发展大势，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，把安全作为底线要求，把普惠作为价值追求，加快推动网络空间创新发展、安全发展、普惠发展，携手迈进更加美好的数字未来。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，把握信息革命发展的历史，主动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，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人民，造福世界。